我把这个六八八再讲一下，刚才那个录音没有声音，他这里就是说我给你一个 n 乘 n 的矩阵，就比如说我这个 n 就是六，就是6×6的，对，就是6×6的。然后呢，我这里就有只马，它可能在任意的位置，但是呢，马它这个马怎么跳呢？它只能跳，它只能斜着跳，对，就比如说它只能跳这个位置，跳这个位置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就他每次跳就是，就是有点像，就是国际象棋了。他跳的时候，只能是在这个方向来跳。所以他这里就其实就是说我他可以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所以他是八个方向是均匀的，就是，他可以跳到任意八个方向。那么题目就是问你，就是他在跳了 K，就是他会跳 K 步。他跳到 K 步之后，还没有越界的情况。我举例子，什么叫越界？就比如我这只马，我跳到这里，对吧？然后我在第二步就我就直接跳出界了，然后或者是我的马，跳到这里，然后我第二步又。就又跳出界了。那么其实他这就来，就是问你怎么样，跳了3步之后，他并没有出界。好了，那个这个题目我就举个，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做 demo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是个3×3的矩阵，棋盘。然后我的马呢，我的马它是在零，它是在零零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它有效的跳的范距离呢，就是。就是跳到这里，跳到这里，那么其实它，就是我 k 等于零的时候，我的马是在这个地方，对，我 k 等于一的时候，它就是跳，它就是有八分，就是原先的马，就是我它八分之一的机会跳到这儿，另外八分之一的机会跳到这儿，然后另外的几率就是它跳出去了，我们就不用管它了。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这里要用 DP 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用 DP 来存，来存这个数据。好，这是 k 等于一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 k 等于二的时候，k 等于二的时候其实是，这我看一下，就是它原本是这样子的，那 k 等于二的时候，就是好，当我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可以跳到这儿。它也可以跳到这儿，就是它每个方向跳的都是八分之一啊，就是说，所以它跳到这里的几率是八分之一，乘以原先的八分之一，那就平方，那么这里同理啊，就是八分之一平方。好，然后对于它的话，它也是它只能跳这儿跟这儿，所以它在这里是八分之一的平方，那么到这的话就是2倍的八分之一平方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记录一下，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它原先的这个probability 这个是没有了，就是已经擦去了，所以我们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要用到两个 DP，所以2个 DP 就是会一个做缓存，一个是另外一个是用来计算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正确的那个probability 应该这样子。好，当我们 k 等于三的时候，我们是基于之前的2倍的。平方，八分之一的平方，八分之一的平方，就是基于之前2倍的，就之前那基于之前的概率，然后再做这个题目，然后这次我们就也是会 scan，就是我们一旦看到他们的元素，一旦看到元素它不是零，就是这个 DP 里面原本都是零啊，就是，所以。一旦看它不是零的话，我们就会来算它的几率。就是对它的话，它会跳到这儿，对吧？跳到这儿，然后它的概率是2倍的8分之一的，2倍的8分之一的3次方，2倍的8分之一的3次方，对吧？然后再对于它的话，对它的话，它可以跳到这儿，也可以跳到这儿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加上来就是1/3的3次方，然后这个是3倍的8分之3次方。
当我们来考虑它的时候，它可以跳到这儿，然后嘛，这个就是八分之一的三次方，那么再跳到这儿的话，这个三倍的三次方，所以，好，这里有点乱了，我们就把这个 DP 再重新整理一下，就是，跳完之后这个，那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应该这样子，所以它这个时候存在这个，棋盘的概率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其他都是零啊，那么所以它加起来就是八倍的八分之一的三次方，那就是八分之，就等于64分之一啊，所以这里答案就是1除以64，就是对于这个例子来说的话，讲完了。